近年来，台湾网球选手在国际球场上屡获佳绩，其中卢彦勋更在2010打进温布敦男单八强，此乃亚洲第一人。这些新台湾之光也让更多人关注网球这项运动，包含热爱网球的艺人李圣杰。在音乐表演创作之余，李圣杰成立了台北市网球协会，凭着热情冲劲全力推广网球成为全民运动。我觉得这是网球非常重要的一个 timing， 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职业选手能够整合起力量，然后如果台北市网球协会也能够帮忙做一些事情，我希望就是趁这个 timing。 接触网球对李圣杰的人生影响很深远，对李圣杰来说，打网球除了让他充满活力，唱歌时也更具爆发力。在球场上面对挑战，他学会了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。这一切源头都起自于小时候看偶像山普拉斯打球开始。他说其实呢，他的责任就是让球拍说话，他说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的球拍会说话，要告诉大家他可以证明的。打网球的好处在运动医学上也得到印证，越来越多研究证实运动能防癌，最好每天中度运动一小时。例如国民健康局社区健康组积极推动的全民健走就是中度运动，或者也可以选择强度运动半小时，例如跑步、打网球等。网球是一项有氧和无氧交替的长寿运动，可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、耐力、雕塑身材和释放压力的乐活运动。台湾许多大型医院与公园均设有网球场，国外已发表研究指出，固定打网球有益于心血管的健康，不但能加速新陈代谢，还可以增加骨质密度、身体灵活度，甚至能进一步培养心智，增进稳定度，对个人压力及焦虑的管理也有帮助。那网球技巧本来就是其实是比较难的，一定要有专人去训练。那网球的乐趣就在于说两个对打当中你在打球的那个快感，我觉得处理球的感觉那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。所有运动都一样，运动安全最首要，因此暖身运动也是打网球很重要的基本功，应该先从大关节肌肉开始缓慢热身，例如踝关节、膝关节等。而健走、跳绳也是不错的热身方式，暖身后接着做伸展运动，伸展完可以拿起球拍练习挥空拍、拍球，活动腕关节。只要注意自我保护、正确姿势与肌力训练，就能够尽情地享受打网球所带来的乐趣。十年来，康健一直用最简单的健走 （walking） 鼓励全民用运动实践健康。今年特地与台北市网球协会共同邀请全民响应乐活运动，呼应理事长李圣杰让网球运动普及化，特别规划 Walking 网球嘉年华活动。10月31日，邀请您一起来台北市内湖彩虹运动公园健走暖暖身，也近距离体验网球运动的魅力，藉由健走与网球运动掀起新一波乐活运动风潮。欢迎参加健走网球嘉年华，一起爱运动更乐活。